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趋势百分百》，我是轮源投顾王新杰。我想今天的一个台股，在所谓一个电子股一个好涨多一个持续这个震荡整理的一个情况之下，加上整个最近这两天相对比较强势的，不管是在钢铁、航运这些股票，今天都是一个爆量开高走低一个沙尾盘的一个格局。所以因此，整个大盘加权指数今天是一下跌两百零七点，收在一万四千一百七十七点这附近。那我相信看到整个昨天大涨的一百三十五。 点，今天又大涨大跌了两百零七点下来，整个大盘加权指数哦，目前都还在整个一万四千点到整个一万。 一万四千五百点这个一个区间一个震荡整理过程当中，有没有完完全全符合性教师哦，不管在整个昨天大涨一百三十五点，哦，节目中跟你讲的，甚至在整个今天哦，整个所谓一个不管是 F B 的股市群会也好，或者 Tiger n i g h t 的一个这些粉丝团里面，我相信你只要是我的粉丝团好友们，在今天盘中大盘指数一度由黑翻红的时候，当你还在乐观的以为大盘指数准备往上冲的时候， 我想，我还是没有改变我看法。我在今天盘中还是提醒你，还是要做整理，甚至包含在整个最近这两天哦，短线最强势的航运类股，以及在所谓的一个钢铁股的部分。我想，你只要是信教师的一个粉丝团好友们，我在今天盘中哦，在今天盘中的讯息里面，其是我还有特别特别的善意的提醒你，今天许许多多航运股跟钢铁股，小心会爆量，留长上一线，开始做个震荡整理。 而且你别忘了哦，我盘中在讲钢铁股、航运股的时候，很多的钢铁股、航运股都还在平盘上下震荡，甚至还是在红，还还是在收红，还是在上涨的。但是我相信到整个尾盘，甚至到整个收盘，许许多多航运股，好跟钢铁股不是长黑，甚至达到都接近跌停板的过程当中，完完全全符合我的一个善意的跟好，在整个今不管在昨天节目里面。 或者在今天的一个盘中的一个哦粉丝团的讯息里面给你一个三 D 的提醒，我相信完完全全都得到验证啊！这正如哦、啊、这个也刚好验证，俗话说得好，在股票市场的一个至理名言：人多的地方你尽量不要去凑热闹，好、啊、人多的地方你尽量不要去凑热闹，因为往往等到股票市场股市真那些个股争热的时候，我相信按照过去的历史经验，甚至包含短线这几天经验，都很清楚告诉你。 当市场最热的时候，通常都只剩下短线的行情。那你在整个只剩下短线行情，你如果进场去过度追高的，好、哦，我相信历史是不断的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重演。你只要短期过度去追高那些热门股，你只要短线有赚有赚不跑，你至少先被套牢再说。好、哦，过度去追逐一些短期涨多的热门股，你只要短线有赚不跑。 你先被套牢再说。那你说至于套牢之后，经过一个中断整理，这些所谓一个热门的族群，未来还不会再涨上去，让你解套获利，那至少是以后再说嘛。好、哦，就像我所讲的，过度追高，好、哦，短线热门股，只要短线你有做不跑，那你先住套房再说。我相信这个是历史到目前为止一直一而再再而三在重重演的。但是我说历史一直不断在重演，为什么百分之九十的专家？ 百分之九十投资朋友老是重蹈覆辙，哦，老是追在相对高档，而每次都含泪恐慌含泪停损在相对低档，那就是因为大部的专家以及到大部分投资朋友们，因为没办法克服所谓的人性的弱点，贪婪跟恐惧。因为股票涨到最后會，会让你疯，会让你贪，你生怕今天没有进来买，明天继续飙怎么办？你看到股票连续喷出，你觉得？ 哦，现在来追这些股票，好像短线很好赚，但是你忘了短线看似很好赚的过程当中，好、哦、背后所隐藏的股价涨多回档的风险在哪里？甚至不管在个股，放在整个大盘加权指数，甚至我在整个一而再,再再而三的，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善意提醒你的。好、哦，今年从八五二三涨到现在一万四千四百二十七点，虽然波段还有高点可及。 那涨的这个六七千点的台股，好，明年会不会给你来一波涨多的大回档修正？你拭目以待，哦，你拭目以待，我都跟你讲在前面。所以因为这样回过来，我在今天节目里面，哦，要跟你分享的，如果你在之前，我就我我在昨天节目中有讲过的嘛，我公开跟你讲嘛，如果你是之前买在低档的航运钢铁股有赚钱，我恭喜你。但是如果你在这两天去追高的， 我一直跟你讲，你短线有赚，要记得要先多带为安。好、哦，甚至你千万，你今天不是今天才去追钢铁股的，你今天才去追追所谓的航运股的人，小心呐、啊！你真的是倒霉的话，真的是让你追到短线成为最短线的最后一只死老鼠，短线追到短线的最高点。好，那整个航运钢铁股，哦，今天的一个爆量收黑，后续这些股票你该如何操作？我待会在节目当中还是会就我的看法提供给你做参考。 好，那除了整个钢铁股之外，再来这档天生丽质。好、哦，你不是来到股票市场，你最初以及最终目的，不是想在股票上赚大钱嘛？对不对？那这一档天生丽质这一档标的，我个人的看法，要么你适合你。你如果说与其买金融股去存股，与其很多的专家标榜的所谓什么存股达人，建议你去买所谓的零零五零 ETF 去参加去做什么定期定额做个什么存股的动作。 我个人的看法没有改变。你不，你买零零五零 ETF，你不如来买类似天生丽质这种标的。过去这十一年大涨了一十八点六倍。换句话说，你一千一百万，你十一年可以赚买这张股票，摆着不摆的都不动它，你一百万可以赚一千八百六十万。你一千一百万，你到今天为止，你已经变成一千九百六十万。那你一千一百万变成两将近两千万，请问你还会担心买不起房子吗？ 请问你还会在面是不是就可以，是不是可以考虑的？还是要烦恼，好钱赚不够，以后退休，以后年纪大了要退休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一直跟投资者讲，其实，在股票市场、哦，好心态跟格局很重要。其实，在股股票市场，你想赚大钱，你的心态、你的格局一定要很重要。老师只是想来当个行情热的时候想来怎么样，淌个浑水。 想来怎么样？好赚个什么？赚做个短线价差，赚个便当钱买菜钱。说真的，当你的一个你的一个念头，你的念头就是来做短线，来抢短线的热门股的价差的，想说有赚就跑，赚这种便当钱买菜钱的。那我告诉你，你注定没办法透过在股票市场赚到大钱，成为有钱人，因为你的心态就是有赚就跑嘛。啊，老是赚小钱，赚那个便当钱买菜钱。 啊，做甚至赚的小钱，万一赔的大钱，你怎么会在股票赚大钱嘛？所以我在整个今天里里面，为什么要跟你讲的是说，如果当指数在这个一万四千点这边，好、哦，也许比较保守的投资朋友，你会担心害怕。一万四千点，虽然短期还有破拖大还有高点，但是我相信你也会认同我所讲的。如果这一波涨完，万一有一波大回档怎么办？一万四千点买什么股票，破段可以保护你短线，也就是可能。 不管未来明年的一个什么股市的一个波动，风风雨,雨雨，不管你会不会担心啊，我们台湾的一个新冠肺炎疫情会不会好死灰复燃？不管你会不会去担心国外的一个新冠肺炎疫情，好到底何何时可以看到一个什么尽头，对不对？你都不用去担心这些，就是有股票可以让你第一个你想做中长期的波段可以保护你短线的。你看，如果一档股票你存股十一年，你可以赚十几倍。 这种股票你要不要买？你要不要赚？那除除了这些天生地直的股股票，你除了可以做中长期的一个规划投资之规划之外，如果你是喜欢做波段或短线加差的，也可以啊，波段搭配短线加差来操作啊。好、哦，所以针对这档股票，我待会在节目里面，我会再花更多的时间，再跟你做分享，因为看到一档好股票，好、哦、不你不在中长期底部区。 你不逢低在底部进场，等到大涨上去，或者等到真的过来过一阵子或来一天，你回过来看，真的人家纯股听我看我的节目的人，好、哦、加入我的一个粉丝团的人，或者加入我的一个加入我的一个家族团队成为会员的人，人家真的在股票上赚到破断大钱的，你还老是在那边跟着其他的专家啊迷信迷恋，所谓的一个短线标股上面做短线价差操作赚一个便当钱买菜钱。 搞了半天，好一个月过去的，三个月过去的，半年过去的，一年过去的，五年十年过去的，请问你有你有没？结果你回过来看，你有没有在股票上赚到钱？你不觉得很可惜吗？浪费的时间，虚值的光阴，结果你却没有在股票上赚到钱，那真的很可惜。那这个都是我待会在节目当中会跟你一个分享的一个重点。 那回过来谈到整个大盘加菌指数部分，我相信我从来不跟你事后看图数过说说故事放马后炮，我也不会涨时看涨，跌时看跌。好，正如这一波当时在整个区间整理接近末端，我领先市场告诉你，这是整理完，这款要喷出去。而且我从整个十一月初，当时大盘指数还在一千一万两千多点的时候，我有没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你，天天在节目中告诉你，这是好几个月的波段行情。 好，这是长达好几个月波段行情哦，这个不是短线什么涨个八天，好十三天、二十一天、三十四天的行情哦，这是一个好几个月波段行情。那你现在回过来，今天十二月二十二号，已经接近十二月底了。如果从十一月初到整个今天十二月十二月二十二号，是,是已经将近两个月了？这个波段的一个多头行情，是不是已经走了将近两个月？那我还是还可以肯定告诉你就波段的角度，仍然没有走完。 可是就短线的角度而言，你看昨天就算上涨一百三十五点，我还是没有改变我看法，所以我今天大盘杀长黑我也不想印多的图出来了。哦，就算我在制做字卡的时候，大盘指数已经其实已经有红翻黑的，因为我的看法没有改变，我就拿昨天大盘收红的 K 线图，好跟你解盘，甚至让你顺便做个验证的动作。昨天上涨的时候，谁敢告诉你短线还要再做整理？ 只有清洁老师我，好、哦，很明确的告诉你，好、哦，短线还要再做一个震荡整理。所以你看到整个大盘加权指数今天什么开高走低杀尾盘，我相信今天可能很多的许许多多的报章媒体杂志，今天可能许许多多的专家，都会把台股今天一个下跌两百零七点归咎在说，哦，因为今天传出台股出套新增一例本土病例，好、哦，可能是管达集团的一个孙公司的 一个员工，所以造成台股尾盘的急杀。那我直接可以告诉你，你听到这些爆炸媒体杂志讲说台股今天的一个大跌两百零七点，是因为本土病例出生产生于地本体本土病例的一个恐慌性杀盘。你听到很多如果其他专家这样告诉你，我直接告诉你，这些专家真的叫做不够专业。好、哦，给台股今天的杀尾盘下跌找理由而已。 那如果这些专家们为什么不能相信？就是我，昨天大涨的时候，就跟你事先预告，这个这个盘短线就是来做整理。为什么说这个台股今天杀两百多点？那个说真的，那个本土病例今天新增这一例的本土病例，它只是一个代罪羔羊嘛？为什么这么讲？很简单啊，啊，美国外的疫情这么严重，难道国外股市有重挫吗？没有啊。 那、啊、台湾一一个本土病例，不管它有没有再持续延伸出去，难道会因为一个病例、几个病例，就是台股今天大跌的原因理由吗？讲实话啦，你也相信我所讲的啦，那个叫做给下跌找原因理由而已。那你说回过，你说那信角是为什么这个盘要跌？啊，就是因为很多股票对短线涨多的要整理嘛，对，行业股短线涨多不用整理吗？钢铁股涨短线涨多不用整理吗？ 啊，之前电子股喷出爆量的难大，短期间不用整理吗？要嘛，我讲的你认同吧？那你说对呀、啊，那股票涨多都要整理的、啊，很正常啊。那废话，那你为什么短线涨多你还去追？你为什么要追在五十块的联点？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追在将近九十块的蓝雅科？你为什么要追在将近七百块的环球金？你为什么要追在五百块的的国巨？追在将近一百三十几的吉利星，对不对？ 追在两百四十几块的华新科，为什么你要今天去早盘还在去追长隆、去追杨明、去追中航，去追万海？为什么你今天早盘要去追中红？原因有在哪边？回过还是我刚跟你讲这句话：人性的弱点，贪婪跟恐惧。好，当然我花了候，就说这么多时间讲这些，听得下去你就听得下去，好听不下去，好那我还是祝福你。 你用你的模式，老是跟着其他专家或者自己去追逐短线的强势股票股。如果最后你真的能够在股票上赚到破段大钱，我恭喜你。但是最后就像不要像我所讲的，好、哦、或者过去这么多年来你自己的一个投资经验，行情很热，你赚的你有赚到钱，但是都是赚短线的小钱。但是只要股票股票涨多一多，一旦做整理，只要大盘指数一旦回档整理，你就开始准备把。 最近赚的钱连本带利吐回去，然后换来是满手套的股票的时候，你再后悔都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历史永远不断的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在重演。好，那我想我到这边废话不太多讲，好、哦，短线就是要整理，好、哦，特别要特别注意，你千万不要让大盘指数跌破月线，那就整理的时间会稍微久一点点。好，那何时整理完再攻一波？明年什么时候会见看到？那你看到一波大幅度的回档？ 我想我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因为如果到整个今年为止，从整个十二月十一号，我画的这张台股的走势推背图，到整个今年十二月二十二号，过去这十一天以来，整个大盘指数正如我所讲的，都还在一个短线一个整理格局的过程当中。那我对后市的看法，当然到今天为止，没有必要，也没有任何的没有需要，也没有任何的必要做任何的修正。看法到今天为止，难道没有改变？ 好，那既然看法没有改变，重点就是在个股嘛。就如同我在昨天就告诉你的，涨多的股票你去追它，你一定有它的一个风险存在。所以你看到整个长龙今天一个杀尾盘杀到快跌停板，我认为都很正常。那这档股票就告诉你的，短线下来今天已经跌到十日线上下附近，或许短线随时会有反弹，但是你特别注意月线，哦，一旦如果跌破月线，整理的时间就会拉得更长，那代表整个这一波。 从十几块涨到现在三十几块的长龙，涨了将近涨了一倍以上的长龙，可能它的一个所谓一个上涨的一个规律就要做改变。那如果一旦跌破月线，上涨的规律要改变，那我就可以告诉你，整理时间会比较长。换个角度，这两天你去再去追，你这两天再去追航运股的，你自己小心应对。好、哦，我的话只能善意的点到这边为止。你说以后明年会不会整个运价会不会继续飙涨？ 好、哦，长农明年获利还会更好，那很简单嘛，啊，明年再说嘛，那、啊、就很简单一句话嘛，明年再说嘛。所以你回过来长中行这种股票也是一样，今天都是爆量收黑。我在整个今天盘中做字卡的时候，我还想说善业提醒你，啊，这个缺口最好不要补，这个缺口一补就代表短线可能有转弱的一个机，的一个什么一个机，的一个疑虑存在，代表这两天去追中行的或者一些好货柜航运涨多的不敢买。 开始买落后补涨的一些所谓的散装航运，你到时候不要散装航运的股票都套牢。好，那今天如果以收盘价来看，应该是已经开始往下下来恢复今天一个昨天一个多方缺口，这个缺口一回补，它所代表的最近这两三天带量去追的人，好，只要有赚不跑，都可能开始套套牢，那就是代表这档股票开始要做整理。回过来再整钢铁股也是一样，昨天的中红涨停板，我还是告诉你，短线还会再涨。 但在上去，你是要再继续追高，还是你要短线设好停力点？一有风吹草动，你自己要见好就收。今天的一个中红，也是一个开高走低杀，最后还是杀尾盘杀中长 A 下去。好，那整个杀下来的一个中中红，我的个人看法没改变，短线应该是随时要做一个震荡整理。好、哦，当然就整个波段月线没有跌破之前，好、哦，它跌破了一个上涨的一个什么趋势轨迹还没有改变。 但是，正如我刚跟你谈航运股的长龙一样，一旦跌破月线，这些股票的一个这一波的一个攻击形态，好，攻击的一个轨迹就改变，那整理时间你就要提防可能会比较长一点点。甚至我今天再换一个角度给你做提醒，好，你过去这十几年来，如果你在十七元以上买中红，你上面剩下多少利润？好，啊，往下的风险是比较大，还是在网上喷出大涨的几率比较高？ 好、哦，有些话我三点到我这边为止，我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因为我相信，如果你是信认识信老师比较久的投资都很清楚，我不是不会做这些原物料族群，我比谁都还会做。但是为什么涨到这边十几块的中红，涨到三十块的哈长龙，我都不会想跟你再做推荐，因为我知道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什么样的股票，你在什么价位买它，你的风险是相对有限的，你的利润是极大化的。 但相对的，什么股票涨到什么程度，你再去买它，你再去追它，你可能上面的空间是有限。但是也许在几个月之后，你会过来看，哈、哦，你可能会很后悔，你可能会觉得说，就像我们在讲嘛，有时候当你蓦然回首的时候就，就奇怪我怎么会在当下做这种傻事一样，你怎么会在几个月回过来看，我怎么会在？ 这个价位以上再去追逐这些日本的股票，有些话就点到这边为止，这里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好，那现在信杰老师你说的，你看之前五十块的零点，你提醒我们短线要整理，现在真的过去这半个月时间，年电都在整理。你在五百块以上的，好、哦、国巨两百四十块的华新科跟我们讲说要整理，真的这些股票整理。然后最近这两天，全市场都在封钢铁航运的时候。 你昨天也在节目当中公开的提醒我们，短线在追高也有一定的风险。那这些股票，短线涨多都要整理啊，啊，指数又在一万四千多点呐、啊，对不对？那到底有什么股票是属于波段可以保护你短线，是属于比较属于中长期底部，可以让我们买的安心，抱的放心，最后让你赚得开开心心的那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啊，我让你在股票上长期下稳健获利的好股票。 有，我的看法是没有改变。第一个，包含在整个四三零六年中，这张股票不管从之前的一个两趟的一个二十三趴，哦，到整个前几天的一个回撤季限，这个基本面还是没有改变。你看喽、哦，整个今年剩下一个多礼拜时间喽、哦，如果当整个进入所谓二零二一年初，当整个二零，尤其特别到整个过年前后附近，你要特别注意是很多公司开始公布今年的一个年报之后。 就是准备公布，好、哦，接下来一个配股配息的政策。那也知道往年第一季高股息之益的股票股价绝对不会寂寞。所以换个角度，如果当最近很多的一个内股族群涨多爆量喷出开始整理之后，下一波会不会就是轮到我跟你讲的高股息之益的股票？每一年的第一季都有表现空间。所以你看，我最近在给你挑选的标的。 一定是第四季或明年第一季的一个什么获利很好的标的，我甚至搭配具有高股息之力的标的。所以如果谈到整个研究这一档股票，你也别忘了，它本身也是塑化股，前三季本业就赚了零点九元哦，前三季总共赚二点二七，但是这二点二七里面本业就赚了大概零点九元左右。那你看这次回撤到季线，到整个今天拉上来又有六趴六八左右，等于累计三趟，研究也赚了将近三十八左右。那这档股票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短线这几天如果有量缩下来整理，你还是可以再寻求买点，因为整个基本面没有改变。好那你说除了延州这档标的之外，包含我之前跟你讲的，继工信大涨了一倍之后，对不对？国阳第一趟七十二趴，第二趟十七趴，八在整个上个礼拜第三趟十趴，十点六趴，三趟加起来国阳带你赚了一倍左右，刚刚好赚了一倍，等于其实不用多，我也讲过的。 我们在做股票，你只要有把握的标的，不需要不要多，有把握的标的不要多。你对它基本面、对它技术面、筹码面，你够了解的话，情况之下，你把握度够高的话，波段搭配短线加差操作。如果你今年，好、哦，你自己想，你不是在边短线每天在边追逐短线的强势股、标股，或者那些什么热门股，或者说什么名牌股，对不对？一下子上半年追圣迹。 一下子追 IC 设计，一下追什么面板，一下追什么好半导体，一下又追到什么钢铁航运股来。有把握的标的，有机会让你赚到波段大钱，有机会让你翻倍赚。波段搭配短线价差，让你翻倍赚标的。我说不用多，你一年两一两档两三档就真的够的。你从工信之前赚一倍，到整个国阳再赚一倍，你五十万赚一倍变一一百，一百万再赚一倍你就变两百，你两百万。 工信赚一倍变四百，国阳在那里赚一百，再再赚一倍，你四百四十又可以变八百万。你又不用每天跟人家做，做的那么他们胆战心惊，追高杀低，做的那么辛苦，搞了半天你还没有赚股票上赚到钱。好，那谈到整个国洋这档股票，好、哦，你看前两天的大涨，我也公开告诉你，我们有在做第三次的获利调节动作。好，那现在重点来的，明天是国阳现金减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啊、到底要不要参加现金减资，或者说现金减资，你越是要重新回挂海之后的国阳，可不可以再寻求第四次的买点？我个人看法是没有改变。如果国阳接下来准备进入另一波的入账的高峰，可不可以在现金减资完之后寻求第四次的一个买点？那过去的三次买点，你都有跟我。 买到赚到，投资朋友们，第四次的买点如何掌握？请你可以跟紧新角师的一个粉丝团，好或者家族团队好友们一起来操作。我也讲过的，下来国阳绝对可以再寻求第四次的短线或者波段的买点。好，那你说除了国阳的之外，我们刚刚讲的中信国阳大涨一倍之外，我相信投资人你要的是那中信国阳之后还有没有第三档？ 现在布局，明年有机会让你破断搭配短线，好、喔，破波断搭配短线操价差操操作再翻倍赚标的有。我想这一档股票，我想我没有做改变，就是这档天生丽质。那天生丽质这档股票，你来看哦、喔，这是月线图，而且是还原全值的月线图，还未完还原全值，时间有很有限，我就直接这边字卡写很清楚。你从两千零九年到整个今年二零二零年二零二零年。 过去这十一年来，你买的在低档买的天生丽质这档标的，你什么都不用想太多，你给他配股配息，到现在为止，你可以大涨十八点六倍，你的财富可以暴增十八点六倍，不是十八趴哦，也不是一百八十趴哦，而是十八点六倍。何谓十八点六倍？你一百万，你十一年，你摆着都不理他，做股票就可以这么轻松。 买的安心，抱的放心，晚上安安心心的睡觉，最后十一年回过来看，你一百万现在变成一千九百六十万，为什么不是一千八百六十万？因为你别忘了你还有一百万的本金。所以我回过来，为什么说当你现在这几年涨上来的，你看到很多人什么纯股达人在跟你分析推荐分析所谓零零五零 ETF，我连谈都不谈这种标的，因为很简单，你从两千零九年你买零零五零 ETF 摆到现在，你也顶多赚五倍。 你顶多赚五倍，我一档股票直接打死你。买什么零零五零 ETF，而且还在指数一万四千点买它，对不对？你买金融股顶多赚三到六倍，可是天生丽质，一档股票，你看过去这两千零九年到二零二零年，你经历过了什么？欧债风暴，你经历过了什么？好、哦，美洲贸易战，你经历过了什么？二零一五年美国升息前的台股从一零一 一万零一十四点，跌到七二零八。你经历了过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台股从一二一九七给你杀到八五二三再上来，那又如何？你看这过去这十一年这么多的大风大浪，你买了它，你需要担心害怕吗？你需要像现在在一万七四千点去追逐、跟着市场流行去追逐那些短线的股票，然后过度追高杀低套牢吗？一档股票。 十一年十十十八倍的涨幅，对不对？过去这五年也有两倍多的这个涨幅存在。那我想请问各位投资哦，你在股票上是的老手，你过去这十一年，你有赚十几倍吗？你的财产有增加十几倍吗？你过去这五年，你在股票市场你有赚两倍以上吗？你的财产有增加两倍以上吗？那如果没有的话，我说何必舍近求远，对不对？ 做的那么辛苦，又没有赚的比较多钱。如果你每天在那短线价差操作，你事后证明你有赚的比这边还要多，你可以这样子做，但是毕毕竟事实是没有啊。那你说这档天生历史这种标的上来，其实就像我所讲的，对不对？如果你有办法 10, 你一年赚十几倍，买房子的钱又没有的，还在期待政府什么政府给你打房把房价打下去吗？ 不需要嘛？一百万现在有两千万，你买不起房子吗？除非你要买豪宅嘛，对不对？一千万、一百万现在变成两千万，你中年人可不可以考虑退休的？你退休族的可不可以未来下安稳的过完下半生的？当然可以嘛。好，那你说现老是，啊，这个都是之前已经涨了这么多，难道这档股票现在买会不会追高的？很简单，这档股票因为现在最近还打底的什么？ 一年的时间，你看过去这段时间他是在打底，为什么过去这段时间打底？因为他今年货利没有上来，那今年货利没有上来，所以打底一年。可是今年货利没有上来，也刚好刚好又提供的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另外你另外一次存股，或者你另外一次波段搭配短线加差操作翻倍赚的机会。为什么？因为这是不不是我讲的，这是公司公司派。 日前法说会公司派自己所讲的，明年营收上看一百五八一百八十亿。你看今年营收二十几亿，明年一百多亿，明年的营收较今年成长五倍以上。今年明年大概可以赚五块半到八块，目前股价不到三十块。这种股票你会不会觉得？而且股票经过一年的打底，你不觉得这种股票你你买它是,不是买的安心，抱的放心，最后你还搞不好还可以纯股翻倍赚，赚的开开心心。 所以你看这档天生利例子，我利用今天尾盘跟着大盘急杀下来的时候，我再赶快带着我信杰社家族成员，赶紧在今天尾盘做卡位布局动作。所以如果你想要这样子十一年赚十八点六倍，一百万变成将近两千万的投资朋友们，如果你想像公信国阳这样波段搭配短线加差操作，好一波赚个一倍以上的投资朋友们，好。 买的安心，抱的放心，最后赚看开开心心的，投资朋友们，你欢迎你可以加入新角色家族团队，或者至少加入新角色粉丝团，成为新角色粉丝团的好友。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